2023年12月24日，朱令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举行。葬礼不对外开放，只有80位亲友出席，但场外仍围满了前来悼念的公众和媒体。3天前，这位备受关注的民案受害人病逝，享年50岁。去世当天正值冬至，朱令的父母给前来送别的亲友煮了朱令最爱吃的茴香馅饺子。父亲吴承之面带微笑贴着女儿额头告别，母亲朱明心在深冬穿着拖鞋目送女儿离去。这个瞬间成了朱令一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幕。葬礼现场，巨大的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朱令生前的照片，背景音乐是他29年前亲手演奏的古琴曲目《广陵散》。1994年，清华大学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，作为校民乐团成员的朱令上台独奏。彼时21岁的她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完美女神，她身材高挑，容貌清秀，不仅会弹古琴、钢琴，还是游泳2级运动员，并且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这个众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却在这场演出前的1个月开始莫名脱发，经常全身剧痛。1995年1月23日，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，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。1个月的住院治疗后，身体虽然有所好转，但却始终没有查出病因。怀疑他中毒了的人挺多的，但是我们就觉得要中毒的话，不能就他一个人中毒啊。到了2月份了，该开学了，他在家里就跟我闹。他想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就继续的上学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他惦记着这事儿，所以他哭得特别伤心。他一定要去，我就同意了。他确实头一个礼拜天他回来，他带着那个实验报告，可是他连写这实验报告的力气都没有。一共在学校待了大概就8天，他说不成了，他说我又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就跟头一次一样的。1995年3月9日，返校仅8天的朱令怪病复发，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。这一次病情更重了，朱令昏迷了5个月，生命垂危，但因为无法查出病因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亲朋好友们抱着见他最后一面的心情，纷纷来到医院探视。因为在脑海里，就是朱令是一个很活泼、很开朗，然后就很健康、就聪明那么一个女孩。就你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几乎全身就是几乎是赤裸着，然后插了很多管子。看到那个情景，就是脑子里真是就被吓得一片空白，第一反应是想拔腿就跑，然后你也感觉到就是腿是发软了，或者说像灌了铅一样。就是你再出来看到他父母那个样子，你就会，我想每个人都会拼命的想些话来安慰他父母，更严重点就希望自己是上帝。贝志成，朱令的中学同学，北京大学92级学生，正是他在探望后通过互联网发出了一封求助信，让事件出现了重要转机。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初，贝志成将朱令的遭遇和病情发到网上，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封回信中，很多都指向了他中毒。1995年4月27日，发病半年后，朱令被最终确诊。负责化验的是当时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振阳教授。中毒过一次，再来中毒一次，这个事情很少，而且不可能有来源。他来自杀的人太笨了，没这么一个人呢。这个他中毒这个是慢性的，疼痛这个症状是人人都受不了，他疼的没办法想那个疼，跳楼比他都痛快。感冒用这个治法，他中毒的特点是很隐蔽，那这东西呢，没有什么味道，不知不觉几天以后才发病。一个人的致死剂量就一刻就可以足以使死地于死地了。如果不是自杀，就是投毒。
后来我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报案，马上报案。然而这起在公众看来简单明了的投毒案，却始终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案。时至今日，投毒者仍逍遥法外，朱令案也因此成了一桩谜案，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版的辛普森案。在过去的近30年间，有关案件的种种猜测和分析不断在坊间流传，引发公众的巨大好奇和关注，朱令一家也因此成为了舆论风暴的中心。2023年11月24日，已经在医院住了近30年的朱令迎来了50岁生日。此前几天，凤凰周刊的记者前往探望，见到了朱令一家。昨天他们那个单位给玲玲呢办那个退休手术，就是11月24号，他那个生日嘛，到50岁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大事情。用朱令起码走了这么个全过程，就是一生就这么道路嘛。我都80多岁了，我都退休20多年了，每个人都要走这个过程。他老觉得现在还是他20几岁的时候，就是真正的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完全没有这个精神准备，他不知道他已经到这个年龄了，他觉得也就是刚进来的时候20多岁，他还经常惦记着他的试验没做完，反正他脑子还是停留在那儿，还会想起学校里的一些事儿。然后原来的人和事儿，他也都记得特别清楚，新的他就不行。时间在朱令一家人身上似乎既清晰又模糊。当年确诊他中毒后，医生对症下药，朱令总算保住了命。但由于中毒时间长、剂量大，朱令的大脑、神经系统以及消化系统都损害严重，落下终身残疾。他那个，对，这阿姨帮他站起来。嗯。对吧？嗯。那个身高多高？嗯。1.7米。撇肚子了。中药治疗，就是给他家卖的芒硝。嗯。那这个床就我们，这个厕所，这是外面的客厅那一间。嗯。可这个条件可以。嗯。因为这是病了。嗯。没有病前是一个人，阿姨照顾我们帮忙。这次病了以后，就是从外翻外去比较讨厌。另外呢，他妈妈也太累，我就觉得太累，我就负责给他吃的，准备吃饭。阿姨就负责就是一天保证他护理，基本就这么分工的嘛。另外呢，就是一个呢是能量补充，一个是心理营养。原来嘴巴里现在给他鼻吃，每天的生活还没有规律啊，8点钟起来去做动作，做完做机器人，做完了小便了赶紧上床垫上尿盆。好难提，很好，很好，深呼吸，对。从未间断的治疗和康复，让一家人早已习惯了医院的生活。用老两口的话说，女儿在哪儿，哪里就是家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时常有媒体和个人前来探望，无论谁来，吴承之总是笑脸相迎，一遍遍地重复着他能回答的各种问题。对于到访者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拍摄女儿在病床不堪的画面。体面和尊严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带给女儿的。
也是这两位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贯的人生准则。朱令的父亲吴承之，1941年出生，祖籍浙江温州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考入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无线电遥测专业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朱令的母亲朱明心。朱明心的父亲朱启明是民国期间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高材生，早年参加129运动，曾任北京市法院顾问。吴承之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，朱明心则进入了生物所，之后两人又被一起调入国防科工委。1967年，吴承之和朱明心结婚，婚后两年，他们的大女儿吴金出生。1973年，两人又生了一个小女儿，夫妻俩决定让她跟母姓，取名朱令伦。朱明心从小在北京清华园长大，酷爱钢琴，但他成长的年代条件并不允许。两个女儿出生后，夫妻俩就买了一架钢琴让他们学。在《朱令的45年》一书中，作者李佳佳通过对朱令亲属们的采访，这样描绘姐妹俩童年时的幸福景象。吴金很快便进步迅速，以至于教学的老师都称赞，最后甚至主动提出不再收费，免费教这个聪颖的学生。妹妹也羡慕极了，学琴一发用功，于是姐妹俩争钢琴成了这个小家庭常常出现的景象。舅舅朱明光记得那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，他们俩谁先放学回家，谁就先抢到弹钢琴。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到他们家玩，姐俩在一个钢琴上合奏的样子。当时演奏的曲子是《小狗圆舞曲》，曲风诙谐幽默。那时他们一家人充满了欢笑，是令人神往的美满家庭。姐姐吴金精通芭蕾、钢琴、英文，曾以北京市前10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。1989年4月，她在和同学去野三坡春游时，坠崖离世。警方勘查后，认定为失足坠落。彼时朱令正上初三，据他的中学同学贝志成回忆，姐姐去世给他打击很大。从那之后，朱令从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变得有些忧郁，不太合群。但她也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继续走上了姐姐的优秀之路。朱令被保送进入高中，后考入清华大学，不仅成绩优异，他还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，并且在清华大学校民乐团演奏古琴。第一外是英语，英语不错，口语不错。后来他想学德语，为什么他就上其他学校，以后就到德国去，因为德国的化学工业比较好。所以到底这个路就是看你的机遇。是不是？我能看到时代的变化。最难说。古琴独奏，朱令。这段影像录制于1994年12月11日，上台前的一个月，朱令已经有了脱发和浑身剧痛的迹象，但他仍强忍着完成了演出。母亲朱明心回忆，女儿曾说，为准备演出他花了太多时间，之后要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，毕竟已经大三了。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未来，朱令有着很多计划，但最终因为一起至今悬而未决的谜案，一切都成了泡影。朱令两次住院，先后花掉了近50万。在1995年，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，这都是一笔天价开支。搞了一辈子科研工作的吴承之也开始琢磨着怎么赚钱了。不是负担问题，基本我们很不想动用这个社会的，所以当时我就是尽量想办法赚钱。那是紧张的了，这个家里啊，那个，我那时候我印象记得，我都接了3个工作了。
有的嘛就给我叫人给人家当顾问，对不对？每个月给我一份工资，那次给500块钱呢，那时候我们工资才几500-600块钱，还自己搞了个小公司，这个大家都不知道，赚了大概10-10万块钱，都用来做人生活。五年里，两个异常优秀的女人相继一死一残，对于朱令父母的打击可想而知。彼时，夫妻俩分别在国家地震局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。朱令出事后，原本很有事业心的母亲朱明心选择提前退休照顾女儿，期盼能有奇迹发生。父亲吴承之则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追凶之上。最终的就是关键问题，对吧？病肯定是依靠医生了，医院了，对吧？可是谁投毒？怎么会这个病呢？对吧？谁投毒？怎么投毒的？这么想关心的吗？1995年5月7日，朱令案正式立案调查。警方首先排除了朱令本人和家属曾使用或接触过他人的可能，接着缩小范围，整个清华大学只有7人能接触到他人，其中一人正是朱令的室友。但在警方介入前，朱令他中毒确诊后的五一假期，朱令宿舍曾发生离奇盗窃案，朱令的洗漱用品丢失，因证据不足，案件迟迟无法定案。自此，朱令案陷入了一场罗生门，他的父母也开始不顾一切地为女儿讨公道。他们不断见各路媒体，去信访部门上访，给最高法写信。2005年，朱令案首次引爆网络，那名嫌疑舍友也在网络发文喊冤，舆论迅速分成两派，展开激烈讨论。2007年，在吴承之的推动下，20余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，要求信息公开，政协随后转交公安部处理，但最终仍因证据不足没了下文。12年前被誉为清华最完美女生的朱令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生命垂危。就在这一年，央视东方时空的报道又将朱令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影片中记录了朱令父母当时的生活状态，为了照顾女儿，朱明心每天从凌晨到中午看护，吴承之负责中午到子夜，只有吃午饭时一家人才可以聚在一起。过去的这些年，朱令的后遗症不仅没有好转，还先后患上了糖尿病、腹部肿瘤、呼吸功能衰竭、肺部萎缩等等症状。2011年切开气管后，朱令日常就很难离开呼吸机了，在家和医院之间往返奔波，逐渐成了一家人生活的全部。2013年4月，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遭他人投毒后死亡，犯罪嫌疑人林森浩系死者室友，因口角起杀心，这让朱令案再次引发舆论热议。对比复旦投毒案，很多人猜测正是由于朱令的优秀引起周围人的嫉妒，或者间接影响了某些人才被投毒。然而真凶并未落网，作案动机更无从查证，但网友还是再次发起了对那名嫌疑室友的搜索，有人曝光他已经移民美国。同年5月3日，在美华人发起了白宫请愿联署，要求美国政府将朱令案的那名嫌疑室友驱逐出境。此后不断有媒体联系朱令的父母，但这一次吴承之选择沉默。2013年的这场舆论风波之后，老两口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，有关他们和朱令案的消息鲜少出现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一家人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免费住进了北京小唐山医院。应该拿被窝抓起来判刑或枪毙，我能大家公开不可能做的事情再去做游戏。你说公安部给政协委员那个案，那个案你仔细看看，实际上公安部做了好多工作，基本是摸清楚前面的过程都跟你讲清楚了。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管公安部啊，公安局派出所的人，就像李树森讲的，他对得起历史。
心里大概在澳大利亚干明了，后来就没消息。为什么就说网上讲的说是美国时间在澳大利亚？为什么这个就问了一下公安局，在俄罗斯这个消息是不是这个消息？他们承认了。这个事件的本身对我们说来说是没必要的。查，你搞清楚，我们觉得我们脑子里非常清楚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想的这个已经非常好了。比不明不白好多了吧，清清楚楚。想着怎么让玲玲照顾，因为玲玲这三四年也并不是那么迷迷糊糊，还是挺清醒。近三十年过去了，有关朱令案的一切，80多岁的吴承之和朱明心都不愿多提。对于当年许下的两个愿望，女儿痊愈和找到真凶，他们早已不抱奢望。老两口唯一的心愿，是一家人平平安安。他们健康，才能继续照顾女儿。平时他这么躺着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天他摸脖子，问他说脖子疼，所以嘛，我也跟医生也说，医生让你去做一个颈部的 CT 吧。这次呢，就说要不头部跟颈部一起做，头颈不是一起的吗？你头部一做一个呢，医生就发现不对头了，怎么有四个？体积还不小，所以医生就很紧张。那个脑瘤嘛，另外呢边上有水肿，像这样的话就一发作压迫那主神经，抢救来都来不及。说他活不过10月份都活不过了，这儿的医生特别紧张，觉得五一放假了会不会出什么，我想那个在做什么抢救的新的这种治疗，这种带伤害性的治疗都不做了。2023年4月，朱令被确诊脑瘤，医生建议开刀，不然可能活不过10月份。过去的半年，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心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，但他们坚持选择保守治疗，不让女儿手术。吴承之说，他们只想让女儿过得舒服点。4年前，吴承之在医院窗台种下的火龙果开花了，他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社交媒体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。第一个阳台，当时呢，这个窗户的阳台上都是我的花，完了那个花呢，一直长到火龙果长在那个顶上了嘛。可是它也不死，反正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高。那开花就很奇怪，你看我种了2年了，开的一朵小花，所以有时候发现这生命就是顽强的。是。你看那个阿姨，那次摔跤摔倒了，当时摔倒我听到嘣的一声，过去看，呼吸已经停止了。当时我立刻给他抱起来上床，正好朱玲玲不是在家里了吗？有氧气，给他一切接上氧气。你想想，我都碰了好几次意外了，我就是住医院里脑梗、残梗、冠心病、腰，我正在走吧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就比我晚走，还是活下去了，在这活着还继续活下去，没有人照顾。你现在看，这社会不会抛弃你。现在有一个，就是他的化学系的学友，每个礼拜六就来。我遇见你就笑，你那甜甜的面容太美妙，唱那些歌他都会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特别有共同语言。玲玲每一次见到他，一直是。我就一直笑笑。我一直以为他一直是这样笑的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说是，哎呀，平时他有很长时间的时间都是在睡觉。
但是我每次来以后就特别开心，我就每一次我们就是从头笑到尾，欢歌笑语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一会儿还回来呢，又不是回家。那我过去一会儿回来，快快的回来啊。祝令令50岁生日快乐。Hello， 亲爱的朱令姐妹，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喜乐平安。过去的30年间，不断有清华校友和关注案件的陌生人来看朱令，并给一家人提供帮助。但吴承之和朱明心回绝了大部分的经济帮助。时间和苦难摧残了他们的身体，但却没能磨灭他们身上那股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体面。为那理想历经了天堂。